新北市长朱立伦参访金门交流市政的经验，而巧合是3月2号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要到澎湖烙军，同样是身为国民党接棒的热门人选。郝龙斌和朱立伦从2月开始都不约而同安排的南下行程，这次又一前一后的前往离岛跨区推市政，也让外界对两个人想要更上层楼的传闻不断了。